那现在就是赶快吃，一颗也不要留。快吃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还没有吃？你快吃，呜！OK， 你死了我就放心了，死了我就放心了 ，Oh yeah，Oh yeah， 挺好的，死了还有一个伴奏，对呀，没错，哎呀，天哪！唱点什么歌的不好了，你非要去听那个 Nice Body， 天天 Nice Body， 你个亲妈的，自己妈在 Nice Body 上面花了好几万块钱了，我真的不懂了，你真是有什么执念没有啊？吐了。